水，好 ，OK， 进水，进水 ，OK， 在甲床上进水，在床储水，好 ，OK， 三响点，接入三响点，三响电源。好，在台这个地方。OK， 在台这儿。嗯，拧上三响电。你后头的闸机啊，进来看看。铁丝的闸机，铁丝别一插就不闸。不是，那个先不闸了，先不闸了。就说咱知道这闸吗？对，先这整上，整上了，最后咱排第二边再闸，就是第二边能哪？反正我说话他也听不懂。我真听着翻译了，肯定听不懂。那谁有河南话的？还装三响电？他就太乖了。你都不拧啊，后头。我都不拧。哎，你都不拧，就这样，就这样拧上去。等一会儿我停一下子，再装大一点，再装逆变输出，逆变输出。第一个是 A 一，对应格子的负号。来看一下 B 二。啊 ，B 二。对应 B 二。A1 对应对应 A1 B1 B1 对应 B1 A2 对应 A2 再找离近再找你不好在这儿整一下好上个分就这样可以吧、把七个螺丝全部拧紧把这四个和那边的三个螺丝全部拧紧没事这样把这四个螺丝和那边七个螺丝全部拧紧。我拧了之后，你再拍一下。晚上那我十个晚上。拧一个都行。来来，十个晚上几个？小时几个？来。我这电池不难用啊。拧紧螺丝。OK。